家好，我是小婆，欢迎回到海贼王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帮助新手。那么如何帮助这个新来的新手呢？各位都知道这个新手村超级多新来的萌新啊，对不对？我呢，也就是我们每过2个小时就来去丛林抽一次果实，不管是抽到红果、蓝果、什么紫果、白果什么东西，我们就拿去丢给新手，给他一个惊喜，看看他们的反应是如何嘞。Let's go！ 我们现在看到周围实在是蛮多人的哦。那我来看看哈，我们先来去丛林来抽个果实呗。复活果实 ，OK， 我们来去随随便便给一个新手，看看他们反应是怎么样。哦，他接收了。那我们再来等等看，等一下会抽到什么果实。又到了我们这个送爱心的时间啦。切水果。这个果实一定很多人不要，但没关系，来送你。Nope。看看他的反应是怎么样。Nope。跟你换一下，那个废果好像我也可以拿走，那我拿这一颗去送别人，要不要啊？你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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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寒冰果实大哥，寒冰的，寒冰的，要不要？什么意思？来这里抽一下，切水果，这个果实太烂了啦！自己收起来。哎呦，你这个果实感觉可以拿去送给新手哎，你愿意给我拿去送给新手？走吧，我们去找新手。来，这个送给你，不用客气。别杀我，送你。啊，他看起来很开心的。来买买果实啦！哎呦，这是什么袅袅果实啊？这里有一个新手。Hello。Hello， 要不要果实啊？这边给你。他吃掉了，吃掉了。你是？我是赠送果实的好人。赠送果实的好人。祝你愉快，赶走，赶走人，赶走人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沙中的果实，这个应该还是会有人要的啦。来，给你。OK， 走，下一个。又来到我们这个抽果时间啦！哇，屏障水果给你吧。BY 是怎样 ？Bye 是吗 ？OK， 这次我们到底会拿到什么样的果实嘞？抽个。
黑暗果实啊！哎呀，还不错哎、欸！来来来，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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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呀，压一个笑脸，嘿嘿，他吃下去，他吃下去，他说谢谢，终于有人跟我说谢谢了，这个辛苦是值得的。好了，我走了，嘿嘿嘿。哦，岩浆果实，哇，岩浆果实啊！来来来来，快快吃的这个，肯定意想不到，天使降落啊！嘿呦嘿呦，哎哎嘿，这里这里，这个这个，给你给你，吃掉，孩子把它吃掉，吃下去。Go go go！开练开练，哈哈哈！开箱时间，我来看看哦。不好意思，借我过一下。我有复活果实，还不错哦。Hey you！把它吃下去，他会后悔的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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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来看看这次果实会抽到什么抽奖。哇！我有点想自己留着了。嗯，吃下去很好用的。哈哈哈 ，OK， 看得出来他应该很开心呢。哦，春天水果，他以为要打他，我们要打你啊！快走快走，我来抽果实啦。哎呦，又是你。哎，来给你，快点吃下去，把它吃掉，快点。哈哈哈哈 OK， 尖刺果实你要不要啊？他把它吃下去了，毫不犹豫。好，那我走了。来看看我们会拿到什么？哦呦，岩浆果实啊！来看一下哦，来去帮助新手。来，给你，赶快把它吃下去。OK， 加油啦！我走了。千色果实，嗯，很烂，它那个也是很烂。它吃掉了，我的天哦！好哦，走走走走走，下一个下一个，究竟能不能抽到红果嘞？最后一颗，最后一颗，来吧来吧。抽到红果啊！烟雾果实啊 ！OK， 那我来看看啊、哦，给谁？他会想要吗？感觉他应该有啊。
好了，各位观众，这一次我觉得在一海抽这个果实比较不容易抽到高级果实，反而在三海比较容易。对，我在这里就只有抽到紫色的，就蛮不错了。嗯，好了，下一次呢，我们再抽看看果实，然后去山海那边测试一下，到底能抽到几颗红色的果实吧。想必拿到果实的新手应该都很开心啦，有些都直接吃掉嘛，对不对？那下一次我们就来山海实测一下，到底连续抽果实会抽到什么样子的果实呢？差不多到这边了。如果喜欢这个影片，下方右下有个订阅，尤其是个喜欢订阅旁边还有个铃铛帮我动一下，有什么想法意见呢？留在下面随时跟动态，持续准备要记得 Facebook 看看也在 IG 这种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